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说：“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”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的脚前，就让我们放下一切的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主耶稣，他必定成全。轻而易举脱口而出，但是在事与愿违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向我们的天父献上赞美和感谢呢？我们无论顺意还是逆境，要学会对神赞美和感恩，只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他是配得荣耀的。Yes, sir.